这样的话，我是不是不能就是蹲在一个点？我要是一直在一个地方待个3、4个小时的话，就会有人来逮我了。估计我是不是应该流动性的？流动性的，晚上9点来吧，好不好，宝贝儿？晚上9点来，现在下课了啊！现在镜头已经调进了下课了。估计那天晚上都会人都会很多很多，我都怕烧烤摊人太吵了，人会很多。到时候找个安静的地方藏起来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。绕口令吗？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宝，宝宝，宝贝儿。绕口令啊，想学习的，对不对？想要福利的，咱晚上9点来啊，晚上9点钟来就可以了，宝贝儿。19、20休息啊，19、20的话，大家就别等我了啊，就别等我了，19、20号休息。我回家的话，估计也不会直播，家里呢没有直播的设备，也没有直播的条件啊。我家没有这个什么灯啊，没有这屏，也不会直播的。好的，那好的，就20休息，21号直播啊，21号。